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上句，竹外桃花三两枝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上句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，莲动下渔舟，竹喧归浣女，春风送暖入屠苏，爆竹声中一岁除啊。对，这个爆竹呢，其实呢就是跟今天的竹子有关。那个时候就是用火烤这个竹子啊，噼噼啪啪噼噼啪啪来驱鬼神，驱瘟疫，这样的。后来咱们有火药了，有这个今天的爆竹，但是仍然爆竹这两个字，虽然不用竹子，仍然用爆竹。其实跟今天环境有关啊。对。这还是下半句啊，还继续，我开始回血。可使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对，最后，哎呦，最后了，一根圆在破岩中的上半句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这是郑板桥的著名咏诵竹子。